什么？不就是弄烂了吗？大不了赔给你们。尿布啊，维他命啊，影碟能值多少钱？不是钱的问题呀、啊。这些东西啊，是孙叔一番心意送给我们的。可不是嘛，当着他的面把他送给我们的东西弄烂了，多尴尬。哎，无功不受禄吗？我不要你们随便接受他的东西。什么无功不受禄啊？孙叔帮我们买东西啊，我们也给了他钱呢、啊。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嘿嘿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？哎，我明白不怪，但是玉露你不明白呢，这是的确奇怪了。你说什么啊？你想想，如果阿月有一天买了很多礼物送给大家，可就你一个人没有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我当然生气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老妈在吃醋。她生气孙叔买东西给我们，但是没有买给她。行行好吧，就快成一对来吃什么醋啊？哦，谁说我吃醋啊？什么我们一对？你们不许胡说！喂，你明明说他想追你，你又好像对他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喂喂喂，你不要胡说啊！那我严重警告你们啊，我跟他呢只是朋友，绝无其他的。啊，还有啊，明年是鸡年，我是属鸡的，他属狗的，我跟他在一起啊，一定鸡犬不宁。大嫂啊，你是属羊的，啊？哎呀，属羊更惨呐、啊！啊，金羊相冲啊！还有啊，我是天秤座，他是巨蟹座啊！我这辈子最恨巨蟹座了。还有啊，还有啊，我跟他血型不合，我是 B 型，他是 A 型的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以后呢，他所有一切与我无关。什么？喂！哇！喂！啊，对不起，阿朱。是啊，十五分钟之后在路口接我啊。哦，你不是楼下五楼 B 的朱太太？哎，是是。哇，天气这么好，干嘛带把伞呢？预防万一嘛。啊？我看今天不会下雨的。啊，对了，你约了朱先生啊？他这么早下班吗？他不下班也不行呢，要不然谁接我回家呀？你以为他不怕我出事啊？啊？现在还很早，而且我们这里的治安不是很差。以前倒是，我们茂利大厦。最近有个陌生男人常在楼下盯着我们大厦，我猜他不是想非礼，就是想打劫。啊，有这种事？你有没有报警啊？那倒没有，我无凭无据嘛。哎，快到年底，很多窃匪小偷吗？你看见可疑人物呢，要马上通知警方啊。所以我要我老公每天来接我回家，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，我也一定带一把伞上街，以防万一嘛。四姑啊，你也该学我一样。哎，我那口子精华已经不在了，那你带着把伞，万一真的有事呢，可以当武器吗？我很大意的，一带伞上街呢，不是忘在车上呢，就是忘在酒楼里了。嗯，啊，有个办法，怎么样？你不要化妆上街。哦，哎，你不化妆上街啊，就算不能把贼吓跑，万一真的出了事，大不了劫财，就不会劫色了。朱太太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啊，难道这个就是朱太太说的那个可疑人物？喂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啊，啊，慈姑。啊，孙叔。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哦，我在这里卖粽子。啊，在这里卖粽子？是啊，很好吃啊，是我亲自包的，送你几个吧。啊啊，不用了，我不要，我不会上你当的。嗯。哎，慈姑，慈姑。哼，竟然出这种办法！我虽然嘴馋。也不会因为那几个破粽子而心软的。哼，看你能熬多久，盼也盼今天寒流袭港啊！哼，大嫂啊，刚回来啊。妈，今天外面冷不冷啊？哈，要冷就好了。喂，慈姑，快来吃火锅吧。哇，好好的为什么吃火锅？嘿，天文台说今天有冷风到港啊。是啊，最低只有8度啊。哇，这也太夸张了吧。哇，真的吹来了！哇，啊，难道真让我说中了？婆婆中什么了？啊？哎，我说一会儿会打雷闪电呢。哇！
哎，你真灵啊！啊，秦况不是说六个号码让我们买六合彩，好不好？你放心陪你老婆吧，啊，你这摊子我给你看着，没事的，就这样啊，拜拜。烧肉粽，哎，孙叔，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是啊是啊，卖烧肉粽嘛。孙叔啊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很有诚意想跟我做朋友啊？当然了，这么谈得来，当然想跟你做朋友了。哦，你想跟我做朋友也行，不过我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马上离开社团。离开社团？你很恨社团吗？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们金家是不会跟社团的人来往的。如果你继续留在社团的话，我看我们以后还是别见面了。有些事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，社团有好多人跟我赚钱呢。我不管，反正我跟社团是势不两立的。那，你给我一点时间考虑。好，不过如果让我知道你继续留在社团的话，你知道后果会怎么样啊？哇，这么多人呢！早知道我早点来占位子。麻烦你两位。哦，好。那，108，哇！现在排到几号？八号。什么？八号？岂不要等很久？哦，难道你又想找人给你插队啊？不是，不是，没关系，反正有空等就等吧，是不是？嗯。姨阿公，哎，这么巧？是是是，你来喝茶。是是，这个月的钱。哎，我不要，你自己留下吧。哎，孝敬你的，你就收下他吧。说了不要了，哎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那我走了。啊。算你没有骗我，真的脱离了社团。哎，孙叔，哎，来找大嫂。是是是是，哎，我不只是特地来找慈姑，而且我买了很多东西给小孩的。哦，孙叔，哎，干嘛这么破费呀？哦，公司大减价，这东西很好，那我就忍不住买了。哦，看你这么疼，欢欢喜喜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是他们干爷爷呢。哎呀，反正这样了，不如让欢欢喜喜认孙叔是干爷爷就行了。啊，孙叔啊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如果你想找大的干儿子呢，旺旺也可以哦。哎呀，你别做白日梦了，你不用干活了，干活。孙叔，你这么疼欢欢喜喜，我也很开心。不过这样，我可不是不管什么人都让他带我孙子的。子果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社团的事啊，我已经不管了。那就好了。啊，是啊，你想见欢欢喜喜啊？哎，是，我带你去看他吧。好好好好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哦。我先接这个电话啊。喂。啊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呢。啊，大点声说啊。啊，莎莎啊，我到后面去呢，去看看货啊。哦哦。哎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现在我不管这些事了。什么？这么严重啊？几个兄弟受伤了？那你们不要乱来啊，等我回去。哎。孙叔，你不是说要去看看欢欢喜喜吗？啊，本来是，不过我现在忽然想起我要到中环那边看病了，啊，改天吧，好吧，哦，啊，再见啊。喂。子姑，你说去中环呢？为什么会上去元朗的车？啊，我有重要事，你不要拦着我，以后我再跟你解释吧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只是一个电话，你就马上改变主意？我知道，
不过小的不行嘛，我当阿公的难道不管吗？那我答应你，这次是最后一次，我以后也不会再管了，好吗？一次之后又会有另外一次吗？好，你坚持去的话，那就是说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我以后跟你不是朋友。此过。哎，大嫂。哎，咦，成呢？什么成啊？你不忘了吗？今天吃蛇呀，你说去买成呢。啊，我全都忘了，我马上去买啊。此过啊，你落了东西了。我忘了什么？脑子。那你的手提包在那儿，不带着它怎么买东西啊？你怎么了嘛？今天匆匆忙忙出去，回来就没魂似的。你没什么吧？啊，没什么。啊，我接电话啊。喂。哎，金莲叔啊。哎，大哥，这么晚呢？不是说很快吗？你。哎，不要提了，不要提了。哎，你怪我不好啊。哎，是不是你老 N 激动了大家不能下班呢？要是也无所谓。哎，我好赌，阿奇知道了。就等我下了班，拉着我谈了几个小时，就弄到现在了。啊，猛哥，十赌九骗啊，那种赌档啊，摆明是骗人的。你这么个赌法，再多钱也让你输光了。我知道，输了钱就跟高利贷借，到时候没钱还，说不定让人泼油放火。去赌档犯法的呀，警察知道会抓的，你不要陪他去哦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的。那我就老实告诉你吧，我这个月的工资也输得差不多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开饭呢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猛哥啊，你不用担心。那总之以后一下班呢，我跟你一块儿走。如果你没钱吃饭呢，来度蜜园吃，全算我的。只要你以后不赌钱就行了啊。哇，十一哥，你真的很够义气。哎，什么叫朋友啊？大难临头就各自飞啊，那不叫朋友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好。哎，长官，什么事啊，长官？我们来发宣传传单给你们的。宣传传单？哦，是不是又是什么头号通缉犯啊？哎，给多少花红啊？哦，其实举报罪案呢是人人有责，如果知情不报呢，那跟帮凶没什么分别。不过小的不行，我当阿公的难道不管吗？那我答应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不行，他是我朋友，如果我看着我朋友犯法也不管，那跟当帮凶有什么分别？孙叔去哪里了？怎么打电话也找不着他？哎，啊，哎呀，是你啊，小帅哥，是你啊！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是，你认不认得我？上一次我跟孙叔在一块儿的，我是他朋友，我们在这里喝茶。哦，上次跟阿公在这里喝茶那个肥婆。啊，是啊，你知不知道孙叔去哪儿了？麻烦你告诉我吧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你的手没事吧？啊？哎呀，不要提了，全怪我们这些小的没用。闹得受了伤也赚不到钱，阿公真够义气的，一知道我们不行，就立刻跟我们说来帮我们做完最后这笔买卖。啊，那他现在在哪里？三阳宗亲会。啊！孙叔，你老实说吧，现在怎么办？就是啊，你一句不干了，你看看，弄得那些小的全身都是伤。现在外边那些人呐，都不给我们面子啊。他们全都去姓洪那里了。我姓孙的今天能坐在这里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那就太好了，我绝对不会让社团有损失。以前社团赚多少钱，我就在外边赚多少钱回来。慢着。哎，刘工，你什么都不用说。啊，你拿盆子干嘛？是给你洗手的。金盆洗手，不错，你不可以一错再错。你不要管我了。不行，孙叔，你不可以这么做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要做完这一次。哎呀，你不要管我。孙叔，你是我朋友，我不能看着你错下去啊，要不然我成帮凶了。不是啊，你让我做完这次吧。哎，孙叔，你快回头吧。是啊，你也回头好吗？你看看。啊。大嫂，他们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嘿，今天孙叔约我们来这里吃蛇宴吗？当然在这里了。吃蛇？上午跟你说过了，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哇哇，正点呢、好香啊！你看看，这餐蛇宴呢是孙叔亲自下厨，一定要好好尝尝。是啊，啊，哇，是啊，香啊！怎么样？孙叔是宰蛇专家。
这些蛇羹啊、炒蛇丝，还有啊炸蛇丸，全都是孙叔的拿手好菜。孙叔他在这个蛇王界可以称得上数一数二人。每年蛇宴呢，他都能为孙氏宗亲社团筹到很多经费啊。孙叔啊，有空就教我们两招，让冬饼岩也能卖蛇啊。是啊，好啊。哎呀，孙叔呢，本来今年就不打算宰蛇了。哎，可是那帮小的还没出师，就想自己宰，结果弄得伤痕累累。哎，还让洪记啊把我们的熟客全抢走了。孙叔，如果这次筹不到款呢，很难修起祠堂啊。其实我想继续做，不过呢，有人逼你收山吗？啊？如果孙叔提早收山，这顿蛇宴没着落，不知道要怪谁好了。慈姑，你平常老是笑我们，这回自己也闹了个大笑话了。难怪要我们把孙叔送给我们东西扔了，原来你以为他是社团中人。哎呀，我哪知道啊，我每次跟他去喝茶，那些人都阿公阿公这么叫他，他还能大摇大摆地走进去，不用等位子，还有啊，他们都排队给他钱呢。他们全都是我外孙，不叫我阿公叫什么？那阿公去喝茶，外孙在那儿当伙计，给他一张桌子，天经地义啊。那倒是啊，我们每个月也给婆婆家用的，那外孙给阿公钱花很应该啊。为什么上次我们去元朗拍戏的时候，那帮地痞这么听你的话？我在那里住了几十年了，住的全都姓孙的，那帮孩子我看着他们长大，我常常给他们钱去买吃的，我跟他们说能不给面子吗？喂，但是那天那个龙头老大出殡，我真的看见你鬼鬼祟祟在那里出现呢。哎，那天我也有个朋友出殡，我去送他最后一程，看见那么多流氓在那里，其实啊我也腿软了。哦，那现在全弄清楚就行了啊，那就没什么可以阻止你跟孙叔来往了。孙叔啊，有空来玩啊。欢迎到冬饼岩来玩了，我妈很欢迎你来的。是吗？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做朋友了吧？既然你不是社团中人，当然可以做朋友了。哎，糟了！欢欢好像尿尿了。哎呀，喜喜也是。他们果然是双胞兄弟，连尿尿也一起。哎，让我给他们换尿布吧。妈，别弄脏了你衣服啊。是啊，回去好好化妆，换件衣服啊。对啊，走吧走吧。哎，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？哎呀，孙叔刚才不是打电话来，说他现在来这里吗？哎，他说来看看欢欢跟喜喜吗？切，他是这么说，你信不信呢？哎，大嫂，弄清楚他不是社团的人了，那就应该顺其自然的发展了嘛。就是啊。哎，孙叔做蛇这么棒，如果将来老妈跟他结了婚，那冬米园就可以多卖一道蛇羹了。说不定那时候啊，冬米园还可以开分店。好啊好啊好啊。哎呀，那就别废话了，我们干脆辞掉家人公司的工作，来冬米园帮忙嘛。哎，说真的啊，究竟叫蛇王孙好呢，还是叫蛇王金好呢？还是让我当家叫蛇王金？师姑。孙叔。大家好大家好。孙叔啊，你好像有话要跟我妈说。是啊。师姑。我有个诚恳的要求是，孙叔啊，大家一场朋友，你不用这么客气啊，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是爱了哟，在这里真刺激呀。老实说吧，我真的很喜欢。慢着，你是不是觉得呢？这种话呢，我们找个别的地方说好一点呢？在这里说也一样啊。不是。这里这么多人，阿叶跟玉露也在这里。就因为他们都在这儿，这么说最合适了。子姑啊。哎呦，要追了，要追了。子姑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欢欢喜喜啊。我希望认他们当干孙子。你说有话跟我说，就是说这句话。是。哎呀，老公啊，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呀？老婆，你来看看，来看看，欢欢喜喜多可爱啊！他就是你老婆啊？喂，原来你结了婚了？我们结婚很久了。是啊，我老公啊，一回到家就常常说欢欢喜喜不知道多可爱，他说想认两个干孙子。怎么样？是这样啊，我们的孩子都大了。
连孙子也长大了，那我们两个人呢想找一个小孩抱抱，所以希望能认他们俩当干孙子。认干孙子？是啊。那就要问问慈姑了。是啊。慈姑怎么样？这样，那我今天晚上呢问了我老公金华再说吧。我要你马上离开社团。是啊，离开社团。对不起，你很恨我吗？说走了。让我给欢欢洗洗换尿布吧。妈，不用，弄脏了你的衣服啊。是啊，回家好好化妆，换衣服。我绝对不会让社团有损失。以前社团赚多少钱，我就在外面赚多少钱回来。